已知坐标平面上一点 P 若将 P 向左平移五个单位，再向上平移七个单位之后达到 Q。试问 Q 的坐标。P 点是3负4。向左平移五个单位，所以就是减掉5，S 轴减掉5，向上平移7个单位，Y 轴加7，会达到 Q 点，所以 Q 点的坐标负2、3。